大家好，我是北美崔哥，我现在是在张铁林老师的家，我代表万千的网友问您一句，您觉得自己是好人吗？我不仅我觉得我是好人，而且我觉得我一生的都在用好人的标准在要求自己。但是不巧的是，这2年被什么我也不知道了。现在啊，把我给黑了，把是不我给是？说成一个不太好的人，是吧？那个实际上把那个芝麻粒儿给弄得跟那个大西瓜似的。那网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就说你不管自己的亲生的孩子，管这个孩子不管那个孩子？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实际情况。那简单的说，就是你并没有不管孩子，也并没有当然没有，一直在管，当然，尽到了做父亲的职责。我觉得我的一辈子都在用心的去关心自己的家人。那您现在拿着英国护照，你觉得你爱国吗？我当然爱国，老太太在中国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自己家在这儿，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中国的文化，中国的传承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